没有，我没有不愿意和跟女生交流啊，我是，我还是个对。当聊吗？后来熟了之后聊。熟了哦。后来熟的时候聊了两句。之前跟我说他可能话有点少，我说了好多话，他还是不理我。会有聊超过10句以上。之前跟他一起跳过舞，然后。我们俩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啊，一句话都没有说过。应该挺爱聊天的啊。嗯。嗯。他私下比我更吵，好不好？听别人说，然后就是一博的话特别少，但是其实熟络之后，其实还真少，话还挺多啊，说不过来。他一个人很无聊，你往下有点串。站哥，